这样左右比较好吗？这样左右比较好吗？脚不就不会痛？好，我们的神出鬼没已经到了极限。然后由我们的钢铁人 Bill 协助背负。比较困难的路就是放下来再走，比较好的话就不用背。那看我们就轮流背啊，可以放吗？你要调好你的姿势啊。阿木你要靠着那个背架，对，那这样比较好背。对，那一下就石头要重，就看谁你的轻重帮忙。然后我们再把它的重量平均分配。现在我们的钢铁人不用，自己的队友自己救，现在过水了。这才叫神队友。我们现在前往救援，前往救援那个科学调查，因为粮食不足，我们临时送货，我们先要把食材搬下车，待会准备打包前往他们的扎营地。现在我们的接驳司机大师兄要回城了，他的车子非常有力啊，如果要去路途危险的话可以找他来接驳，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在要逆流而上，通过这个狭长的峡谷，今天除了我熊大以外，还有我们嘉明湖水行侠。水行侠不简单哦，因为这是有水的地方，它的速度会增加为90%。缓缓的过来了。Focus。Du fehlst mir, ich fehl dir. Sonst nie wieder gehen, ich will, dass du nie wieder gehst. Wir sind wieder da. 我们的位置在武林部落朔溪而上，前面是山城溪，好，下面一个短的，中间长的，还有在最上面，这里风景很好。今天是我跟水行侠一起出这个任务，即刻救援，因为我们的协作粮食短缺。我们今天临时交代任务，使命必达。身轻如燕，因为在水的地方它就是无敌的，无敌的存在。wie lange haben wir uns nicht gesehen? Du bist grau geworden, ich hab zugenommen, doch wir finden uns schön. Und egal was kommt, wir bleiben Freunde, das sind wir uns geschworen. Komm und erzähl mir, wo du überall warst, ich hab offene Ohren. Du fehlst mir, 现在经过了一个非常简易的独木桥，慢慢踩。好，合格通过，继续前进，下一个关卡。Wir sind wieder da, und wir bleiben
bei mir, ja. Oh, wir sind wieder da. 小心滑。再走上去一点。对。好，再慢慢下来。我们现在的位置在教会口，这边有两条河道，那他们给我们的指示是往右手边会有明显的目标物，就前方，看到吗？红色的就是要注意，所以我们走的地方是对的。他们给我们的坐标是坐北朝南一个风水地，应该是在那里了。好，红衣走吧 ，Go。扎营地，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没有什么人。我们的神出鬼没来了，终于要吃了，辛苦了，再不要跌倒，再会难看，漂亮漂亮，晚餐有加料，在我们的神出鬼目不小心拉伤了，还有我跟王老板又来补给他们的食材，即刻救援，让他轻松走啊！他的重量我们其他人帮忙分担，互相合作。人总是会有意外的时候，但是意外不要常常有。阿木缓慢地向前移动，我们的水行侠在后面垫后，不离不弃啊，直到世界的尽头。前面是我们的钢铁人兵，引领着我们的神出鬼没，现在变成鬼脚七了。他缓慢的移动，靠着坚强的意志力。因为这边地形比较复杂，而且不太适合背负，所以必须要靠他自己。那等到下面河床比较平坦的话，钢铁人可能就会帮忙背负他，让他减少他的疼痛，避免造成伤口更加严重，用滑的就好了。现在我们的神出鬼没正在过膝，水行侠在后面撑着他，因为他脚痛，怕他不小心站不稳就被冲走了。在有水的地方，水行侠是无敌的。这样走有比较好吗？这样走有比较好吗？脚比较不会痛。用爬的跟用拐杖哪一个？你要到比较平的，便会背你啊！忍耐一下。哦，我们的神出鬼没已经到了极限。由我们的钢铁人兵协助背负。比较困难的路就是放下来再走，比较好的话就不用背。看我们就轮流背啊。可以放吗？哦，你要调好你的姿势啊。好，阿木你要靠着那个背架，对，那这样比较好背。
一下子帮我拆下吧。一下子东西，帮我拆了东西就进去吧。对。啊，那一下子石头要动，就看谁要进去帮我拆。然后我们再把它的重量平均分配。现在我们的钢铁人不用，自己的队友自己救，现在过水了。这才叫神队友。刚刚不用已经先背阿木回去，那他剩下的东西就由我们三个人分摊，自己的队友自己救。 Focus， 现在前面是自摇带路，我们的钢铁人不用背着我们的神出鬼没，因为他已经脚受伤，实在是没办法走了。那现在用的装备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慢慢前进了。好，休息完毕，继续前进。现在我们抵达了接驳的地方，有我们的大师兄芙蓉，然后我们的 Bill 完全阶段性任务，终于把我们的神出鬼没飞到可以上车的地方了。现在开始装备上车，这样就对了。开始叠包包了，包包叠完之后绑绳子，避免掉入水里。来了，我们现在坐水路专用的车子，自摇站在后面过我们的包包。这个海门要怎么进来？这个水道非常窄，小叔跟自摇顾着我们的包包，他们很紧张，怕翻车。好，终于跑到了开阔地了。